video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火锅午餐，因为吃 normal 的饭吃到腻了，我们叫一个外卖。这个多少钱呢？59。这是哪一间啊 ？Steamov。啊，如果是 order 海底捞是100多块啦，所以我们叫这个，其实它的料也不错哦，有面，有菜，有菜，还有这个是两人份的，然后这就是它的那个他会拿一个盒子来，它的名字叫做 Steamboat 食尚捞。食尚捞。